哑铃玩具。今天也要挑战挑战，明天也要挑战挑战，我们一起挑战挑战，燃烧吧，零和挑战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琳。大家好，我是夏天。又到了夏日炎炎，夏天的冰棍特别甜，我们来挑战吧，夏天。小林，冰棍你可以随便选，但是口味那是难以预见。我看你啊，就是太咸，要挑战我也没意见。到底我们会不会好运连连？这还真是个 question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个看不见，但是一到八号冰淇淋已经在等我们了。所以要怎么抽？我们要来回答问题，一共呢是三轮，每一轮呢先回答正确的人呢就可以先抽冰淇淋。OK， 来吧。第一道问题，请说出东亚的五个国家。小林。哦，东亚，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朝鲜、蒙古。拜拜。OK， 那我第一轮要抽号了，我比较喜欢五号，那我要二号。这个是咖啡味吗？这是什么？酱油。算通过哦。什么？三口 ？OK， 我刚一口了啊。二，三，可以了吧？下一轮，下一轮。第二题是数学题，六乘以五减二乘以七。等一下，六乘以五减二乘以七。小林。我这个看起来非常安全，哇、哦！我这个看起来也很好的样子。这个是草莓味吧？我这个你知道吧？哈密瓜味那个，哈密瓜味的冰棍最好吃。第三题，第三题是选择题。选择题，请问骆驼的驼峰里面有什么？一、蛋白质；二、水；三、脂肪；四、碳水化合物。还是脂肪。三道问题都是我抢答成功，我必须要选好的数字，六六大顺。那我就要四号吧。感觉这个不像是外面卖的。Oh no！ 这个什么味道啊？哦，你要吃这里。辣椒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，哇，不辣吗？但还有点好吃。OK， 芥末冰淇淋，各位厂家听到了吗？现在最后一轮直接打开给我们看了。那我们通过一个小游戏，两个人可以玩的三字游戏，用欧若拉吧，我感觉发音很难。OK， 欧若拉，欧若拉，欧欧。好吧，你抽吧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挑战精神的人，对不对？你的人设不能崩，你要挑战自我呀。这个看起来很漂亮，甚至比你那个更好看。字我真的想不出来耶。嗯，哇，是什么？是那个，就是沙拉里面那个紫色的菜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这边有这个蔬菜的痕迹。他更喜欢吃芒果了。入口即化的芒果，养生中。今天的游戏真给力，我觉得我玩得很开心。多吃冰还是伤身体，大家一定要多注意。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，点赞关注，谢谢你。等等等，还有问题留给小风铃，大家请听听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吃到的冰淇淋口味是以下哪一个呢？一蒜味，二酱油味，三胡萝卜味，四芥末味。
知道答案的朋友不要忘了留言告诉我们哦。